vlog 有点特殊，因为我要去参加我大学最好朋友的婚礼啦。这次我们准备去 Vegas， 然后我要当他的伴娘。我已经把头发也染好了，然后小狗也送去我朋友家里。我们现在在机场准备要 check in， 然后上飞机啦。我朋友这次婚礼办在 Vegas 一个很有名的酒店里，然后他邀请不怎么多的宾客，因为他不喜欢人太多，然后弄得很乱。我在网上看过一些 demo 的图片，真的是超级漂亮，我非常期待。我的伴娘礼服跟鞋子都在包包里，那就带你们一起去 Vegas 看一场在赌场里的婚礼吧。他前面一架飞机，他说有故障，然后修了好久，然后现在又给我们换到现在这台飞机。我们整整在机场 delay 了快2个小时左右，原来得给差评，我不喜欢，还是 American Airlines 比较好。这个人在准备他的婚礼致辞呢，感觉很认真的样子。我们刚刚叫了一个 Lyft， 然后这里好科学哦，他会给你发个短信告诉你具体在哪一个 spot， 因为有时候 Vegas 接的车会非常的多，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在 X34 等他，就在这里，这样就不会跟别人搞混了，你也不会找车找好久，好棒。新郎新娘，新婚快乐！哇，新郎在这儿！哇，天哪！这个是，它是有分长短两节，你可以当长的项链，可以做短的项链，特别美。你打开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超级想要这个的。就我每次，我真的去神庙看，我就在看这个，跳的超级美。未来老公有点傻，好可爱。
超贴心，给伴娘和伴郎都订了酒店包间。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酒店房间什么样子，之后去吃点东西，好饿。飞机 delay，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了，然后是芝加哥的时间，差不多11点，都没有吃晚饭。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10点半，我们要去他们场地的地方，然后进行 rehearsal。 他们下午3点半开始仪式，然后我们早上10点半约了先去那边踩一下点。刚刚去做了头发，然后妆也化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去新娘的房间看她准备的怎么样，顺便我还带了我的化妆包给她的另外几个伴娘去化妆。时间好赶哦，现在是两点多，我们3点钟就要去礼堂。要结婚吗？没事啊，我要祝你幸福。我会很快的哈，这个头像代表我们你的幸福。It's worth it. It's worth the price. Right. For sure. Oh, definitely. Gorgeous. Yeah, I just don't know if I want to carry it all the way.边跑步着，边酝酿你，酝酿怎么去靠近你。最后终于花了9圈的时间，鼓足勇气向你打了招呼。
这一生态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结束了仪式，好感人。他们新娘新郎的报都他们自己亲自写的，然后念的时候，然后新娘新郎都哭了，然后我们也跟着哭，太美了。是 reception， 然后在等新人过来。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半敞开的一个餐厅，就在喷泉旁边。对，它上面有很多那种热的孔，所以在喷着热的气，即便穿的很少也不会觉得冷。今天天气可能就只有10度左右，但像我这样，它上面暖气烘的一点都不冷。
里每半个小时就有一场 Bellagio 他们自己的音乐喷泉秀。我还记得我们上次在 Bellagio 门口看他的音乐喷泉秀，我们还是站在池子的对面，然后那时候路边超多人在那边看，我们都挤不到前面。没想到两年后，我最好朋友就在这里办婚礼。恭喜 ，congrats， 谢谢谢谢谢谢 ，congrats。In a new chapter of my life, I didn't realize how different my life would become ever since that day. I was born in a very traditional middle-class Chinese family, raised by two hard-working parents who I'm deeply proud to have them by my side today.这一次啊，我就是聊聊天，我发现这边的高学历特别多，我博士一堆 ，PhD 一堆 ，Master degree 也一堆，哇，都不错，真的不错。You know, in Chinese we say when your daughter get married, you lose a daughter, but actually I'm not. Not only I have my daughter, and I have another son. You know, that's why I'm so happy.And I want to cry. And I. 各位亲朋好友，在繁华的市民中成功出来，不顾旅途的劳动奔波，有千里迢迢翻山越岭的，有不远万里远渡重洋的，来到这里欢聚你的。And I told my sister that whoever she's seeing has to be stronger than me. Beat me in arm wrestling, which we haven't really had a contest yet. So we're gonna have to do that later. 再见了，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吹着稻香，喝了几许奔跑，微微笑。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不要突然眼光冲得向你逃跑，想见哥哥要命运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Beyond her stunning look, she has so many beautiful personalities residing in her. She's a talented artist, a very handy mechanic. She knows so much things about car insurance. And she claimed to be a wonderful cook to be. She has a great sense of humor, and her dream is to be a comedian, to bring laughter to her audience. 我们看一下她，我来了。I'm already taken. Sorry. 还行，好看有多贵呀？全是钻，对。会，不笑。过年过来。